我相信这个数字是绝对是急剧往上增加的。人民现在苦不堪言，我们在这边先跟大家报告，我们希望政府的纾困赶快发现金，因为很多人手上没有现金，银行存款也急剧下降，他们真的是活不下去了。民进党最近要提倡要发消费券，所谓的三倍券，我们在这边把去年发三倍券的经验跟大家报告。去年发总共发了510多亿，可是我的行政成本22亿多，换句话说，行政成本占了4%以上啊，大概是4.2%的样子。这个全世界各国都在发现金。我再跟大家 review 一次，美国发了好几次了哈，每一次发1000块、1200块到1400块，去年发了，今年又发了。韩国发了台币24000块，